解释一下状况，刚才猪猪我等不及了，今天网友问了什么问题？别着急，网友的问题就在我的手上，我们马上来看看吧。网友雨轩问：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呢？当然是植物啦。哎呦，不是啦，珊瑚是一群小生物，所以它是动物。我认为它是植物。珊瑚在海底生长，又不会动，怎么可能是动物呢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忘记是在书上还是在电视上看过的。珊瑚是由一群小虫聚集而成的，所以它是动物。珊瑚长得像花，当然是植物了。网友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哎呦，我们这样争辩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去找珊瑚达人问他，珊瑚到底是植物还是动物吧。 OK， 走吧。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呢？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你们好，请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周先生吗？啊，对呀。周先生，我是猪猪，他是小小只。啊，你们好。哇，鲨鱼！啊，对呀，这是我们的海洋馆的触摸池，你们可以触摸这边的海底生物哦。你们要摸摸看吗？好啊。我们想知道珊瑚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呢？嗯，这个问题很好，很多人都问过我，让我来解答吧。珊瑚是动物还是植物这个问题很相当多人问我啊。其实我们看海底的珊瑚都是钉在一个点，都没有移动的，就是很多人误以为它好像那个陆生植物这样是植物，其实不然。其实珊瑚是一种称作腔肠生物的那个珊瑚虫所组成的，大多数的珊瑚都是群居的，它们群结在一起组成一个单体的珊瑚，只有少部分是个体的珊瑚是由单只的那个珊瑚虫所组成的。珊瑚的话就是有千奇百怪啊，有些就好像我们组成啊，像鹿角这样子，鸭毛是很鹿角，有些就像我们手指的形状，我们称作那个手状珊瑚，还有一些像我们人的大脑啊，就有我们称作脑状珊瑚。我们看大多数的珊瑚都是由一整群的那个珊瑚虫所组成，可是它们的身体是连接在一起的，所以它们会共用一个消化系统。所有捕食进去肚子里面的就会消化，用这个单一的消化系统来平均分给所有的珊瑚虫。珊瑚主要是捕食海里的浮游生物，它们捕食时间是全天候的，可是它们主要是选择在夜间比较少猎食者的时候才开始大量捕食，因为在捕食的当中它们是最脆弱最危险的时候。哎，原来一直以来我都误以为珊瑚是植物，现在知道珊瑚是动物也不迟啊。真没想到珊瑚竟然是由一群珊瑚虫所组成的。哇，这里有好多珊瑚哎。哇，真的很多哎。猪猪，珊瑚有多少种类和颜色呢？
珊瑚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种类，一种是我们讲的俗称的硬质的石珊瑚，另一种就是软体珊瑚。主要的话，珊瑚就是吸收海里的那个矿物质，比如说镁、钙，组成碳酸钙化合物，组成它们的骨骼。这些碳酸钙的骨架主要是保护珊瑚虫，软体珊瑚是没有骨架的，主要是靠一点骨片支撑它们的身体。珊瑚本身是没有什么颜色的，主要的色彩是来自它们体内的共生藻。共生藻是珊瑚体内的一种藻类，珊瑚会提供养分给共生藻，而共生藻会经过光合作用，提供能量给珊瑚。我们看到的珊瑚物种嘛，都有不同的颜色，主要是它们体内共生藻的色素细胞的不同，所以产生不同的颜色。环境的污染和温室效应造成海水的升温，造成珊瑚体内的那个共生藻大量的死亡。这个现象我们称之为珊瑚白化。一大片的珊瑚我们称之为珊瑚礁，珊瑚礁和许多海洋生物共生共存，形成了地球上最大的海洋生态系统。哦，原来珊瑚有两种，一种是有骨骼的硬质珊瑚，另一种则是软体珊瑚。其实珊瑚是没有颜色的，它的颜色是来自是共生藻。珊瑚里的共生藻有很多不同的色素，我们所看见五颜六色的珊瑚其实是共生藻所产生的。哇，海底世界真的太奇妙了。既然我们来到了这里，不如我们到处去参观吧。好，我差一点忘记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周先生说要让我们尝试移植珊瑚。真的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吧？我有点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珊瑚摸起来粗粗糙糙的，万一被它割伤了怎么办？它有毒吗？哦，原来你在担心这个。这个还不简单，我们去问周先生就行了嘛。走走走，周先生在等我们呢。珊瑚有毒性吗？如果被珊瑚割伤怎么办？周先生，嗨，你们来了，我们现在可以做珊瑚移植了咯。等等，我们有问题想要请教你。什么问题吗？我们想知道珊瑚有毒性吗？如果被珊瑚割伤手怎么办？好的，那我就先回答你们的问题吧。大多数的珊瑚物种普遍上都是没有毒或只有低微的毒性，但是只有一些伪珊瑚，如虎咽珊瑚，含有类似水母和海葵的毒性刺石孢。如果不小心被海里的珊瑚割伤，就算没有毒的物种，我们一定要立刻上岸，用清水不断的冲洗，然后请医护人员处理伤口。这是因为海里有许多杂质和微生物，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处理伤口的话，这些杂质和微生物很容易附着伤口，造成细菌感染。如果不幸被有毒性的珊瑚割伤，通常我们会感到剧痛或者不寻常的痒，这时候受伤的人一定要马上请专业的医护人员处理伤口，千万不要拖延。原来珊瑚是没有毒性的，只是一些伪珊瑚如火焰珊瑚有毒性。如果不小心被珊瑚割伤了，记得一定要马上用清水冲洗，然后再消毒。如果伤口有感染的迹象，一定要马上就医哦。小小事，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吗？那我们去找周先生教我们移植珊瑚吧。 OK。 Thank you.
水族馆一圈，认识了美丽的珊瑚后，又到了我们蜘蛛侠分享中来学习的时间啦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保护美丽的珊瑚。珊瑚就像是海洋里的森林，大部分的鱼类都住在珊瑚周围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珊瑚，不要破坏海洋生态。首先，我们不要把垃圾丢进河里或海里，垃圾会污染海水或是河水，会使海水的酸性增加，影响海洋生物。还有，我们不要随意触碰海底珊瑚。此外，也不要随意采集或是破坏珊瑚，因为珊瑚很脆弱，它的生长速度很慢，而是被破坏后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成长。在马来西亚，采集或破坏珊瑚是违法的。好啦，今天的重要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想要知道蜘蛛侠下次会探索什么吗？那要准时收看《你好奇的事》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